尊敬的诸法和尚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嘉宾，各位大德，大家好，很高兴看到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法会。今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，去年我们在此地举办第一届中峰三十七念法师，今天是第二届。这个法师简称三十七念，我们办了三十多年了，确实是名扬两利，能够护世卸载功德殊胜。记着今天在英国举办三十七年的机会，我想跟大家大致介绍一下中峰三十七年法事的含义、内容和原理，以及与会嘉宾明了我们为什么要举办三世新年。这一本中峰三世新年法事全集，四理圆融，七理七机，如果把它当作一般经常佛事来做，有口无心，那就错了。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诵来做，所以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一下中峰三十七念法事的内容，真正明白之后再照着仪轨去做，在仪式里面随文入观，就能受到很好的益处，才真正有意义。中峰三十七念法事的含义，中峰是元朝本禅师的法号，他是中国禅宗的一代大德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大扬禅风，上至王公，下至百姓，无不受到他的教化。后来元朝的皇帝还特别封他为国师，他汇集这一本细念法师，以禅宗一代大德来弘扬净土，意义非常之深。在这个法本当中，他处处显示净土与禅宗是同等高深的境界，而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的层面来说，净土甚至比禅宗更加殊胜。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识、第二识、第三识，这是三十狭义的意思，除此之外还有更广的含义。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六时，昼三时，夜三时，由此可知三时引申的意思就是从朝至暮，昼夜不断。念这个字在中国文字
这是属于会意字。你看看上面是金，下面是心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心里头有的正在心上的就是念，所以细念就是现在当下心系一处念念不舍的意思。普通凡人与圣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念头。古大德说，圣狂之分在乎一念。圣人的心念可以随心所欲的心念，专注在任何一件事物上，而凡夫的念头是散乱的，不集中的，所以不容易发挥大的作用。我们做三世心念法师，正是在训练自己对念头的控制能力，也就是现代学者所重视的注意力集中能力。佛在《一教经》上说，心者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我们要能把心专注在一个地方，这就得定了，那心的力量效果就很不可思议。因为一心能生无量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所以一心非常重要。把心集中在一处，就是佛法里所说的禅定、定力，一切修行发明的枢纽、纲要，都是在定力。整个佛法归纳到最后，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大类。而这是个三大类当中，定是枢纽，可见其重要性。法是中峰过寺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，法师依照这个法本来修行求往生的这桩事情。你看这里面有赞佛，有诵经，有念咒，有礼拜，有忏悔，有回向，修法很圆满，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所讲的礼拜、赞叹、发愿、观想、回向、无念法门异曲相同，都是大乘佛法修定的得到佛菩萨加持的方法。所以这种让大众聚集在一起，在布置的庄严肃穆的会场，与法师们共同进行庄严的仪规仪式，其实正是佛陀教育中非常高超玄妙内涵深刻的艺术与教学活动，其中蕴含着佛陀无尽的慈悲与智慧。三世心念的内容主要，三世心念法事全集，从序文开始，先由界定真相开启，主要内容依次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以及
国赞颂的偈子，而后是第一世法师有一遍佛说阿弥陀经起始，后面接触赞颂发愿念佛，以及有三番开始的内容穿插在其中。休息后的第二世法师还是由佛说阿弥陀经开始，跟着五番开始加上国赞颂与念佛，最后第三世法师依然是一遍阿弥陀经加上三番开始，以及结尾的至心忏悔发愿。所以我们不难看出，整个三世心念法师就是在不断的开理，不断的打开普通凡人所执着的局限的思想境界，接触啊，进而接受受持阿弥陀佛的思想境界，与佛菩萨的境界相靠拢。而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实际上也正是在开发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具备的非凡卓越的能力。主法开场这四句话很重要，觉海虚空起，娑婆夜浪流，若人登彼岸，极乐有贵舟。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，这是弥勒以后的现象，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，我们怎么样迷失了自信，觉海虚空起，觉海本来没有虚空，觉海就是性海。经论里面常讲到心性，心性就是觉海，自性本就。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，本觉就是自性，它本来就觉，从来也不迷惑。今天我们讲迷摄自性，这是随着凡夫的话来说，其实自性是真性，真性怎么会迷？真性不可能迷，迷只是一种幻想，犹如做梦一样，不是真实存在的。这桩事情中风过世在信念法师里面讲得很明白，他在迷雾，迷雾也不是真的，这越设就越悬了。虚空先有虚空，然后再有世界，有世界之后再有众生，说的时候有先后，实际上生起就是唯心所现，这个现起太快太快了，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，越说跟佛法越像，叫一时顿现，没有先后次第，你没有办法
讲先后次第，他的速度是用2240兆分之一秒来讲，你怎么能发现他有先后次第？所以佛在楞严会上说这桩事情是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当初是什么？就是现前，没有缘尽，没有缘尽就没有空间，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。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，不是事实。事实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迷雾。这个地方讲觉迷，迷是迷什么？佛经上讲的一念不觉就是迷，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。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寂灭相，是八地以上大菩萨所证得的境界，在他那个大定里面是不动的，这是觉海。但是凡夫是动的，一动麻烦就来了，空间缘尽，时间先后就从这里生起来了。这就叫做世界。世是指的时间，界是讲的空间，时空就发生了。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，是虚幻的一种相续相，把虚幻相续相以为是真实，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就是娑婆夜浪流了。夜浪流是什么？六道轮回。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，三途六道是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。幻象跟做梦一样，可是你这个梦是卧梦，这个卧梦又不行，继续在做很苦，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，而且愈迷愈深，愈陷愈苦。后面这两句，若人登彼岸，极乐有归处，末法时期只有净土法门，这个办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。彼岸是觉岸，我们今天在迷定岸这边，诸佛菩萨在觉的彼岸，我们要想破迷开悟，要想返迷归觉，极乐世界有办法。舟是运载的工具，归是回头。极乐世界有归舟，归舟就是指这个法师。你依照这个法师，等于说你有归舟了，可以依靠你稳稳当当地坐上这个船，就返望归正，返迷归觉，就到了觉海。中风过死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，细念一心细念阿弥陀佛。我从早到晚
只有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。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成佛哪有那么容易？但这是最容易的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要是跟这个法门相比，这个太容易了。这个方法就是说，不管是什么念头，你要知道，通通叫妄念。无论什么妄念起来，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。这是古人常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能够这样修行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这个四句偈虽然只有20个字，意义深广无尽，只有返妄归真、破迷开觉是真的。这是真正的佛法。这个30心念的宗旨，这4句偈全部说出来了。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师来修行？这都说出来了。这是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。第一世界开始当中有这么一段：悟则生灭皆无生，迷则无生皆生灭。所以立此别无，是乃一体而一明也。佛菩萨觉悟，知道生灭统统是不生，一切法不生，不生哪来的灭？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迷的人分别执着，在他的感官之中，宇宙之间所有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是有生有灭。其实它本来是一体，一体而异象。接着说，神如是，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，你就能肯定阿弥陀佛从哪来的。心现识变，谁的心？我们自己的心。诸位要晓得，真心是共同的，妄心不同。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真心。大乘经上常讲，设方30佛共同一法身，所以它是一不是二。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，无二无别。净土就是即此方，此方即净土。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，没有两样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善，他的反应就变出无量无边的珍宝。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，所以世界都变成了泥沙石头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，没有两样。岂非迷雾之自数？何有凡圣而彼此？凡圣只不过是个名词而已，名不同。真正造成这个不同现象的原因是迷雾。
西方极乐世界人就无，所以一切万物随物而变现的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美好。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性不善，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万物变现的就不美好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我们自心所现所变的影响，这些道理我们要明了。然后从哪里改？从我们的心上改，要真修。真修不在形式，在实质。实质是什么？起心动念，你的心变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，相随心转。这就是说，一切唯心造，心现则国土现。如果参加这个法会的人真修真干，心地清净，就能产生净化这个世界的作用，所以能够护世息灾。第三世的开始中，有清诸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；念佛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服。前面这两句是比喻，是陪衬的话，后面这两句才是主要要讲的。持名念佛的原理是真心切愿，支持名号，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是净念相继。净念，念要清净，清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，这叫净念。相继是不间断。你看看古大德不怀疑了，所以能够放下身心世界，提起正念。念佛这桩事情很重要，往生西方净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这次遇到了，一定要抓到，其他的都不要抛弃掉。所以他念佛决定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念佛就如法。所以佛号投向乱心，乱心自然就消失。这个方法好，很有效，诸位要是认真去念，如理如法，我常常讲，三个月到六个月，效果就很显著。到时你自己发现到了，这里面就产生法喜充满，你就欢喜念了。开头难，开头怎么难？要把你的烦恼习气扶住。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严重，你如理如法的念，自自然然就佛住了。这里头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功夫决定不能间断，决定不能夹杂，你越念心越清净。你感觉到妄念少了，妄念少就是烦恼轻，智慧增长。以前看东西看不懂，听人家讲话听不懂，听不明白，现在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了，这就是智慧增长，
念佛功夫得力了。底下说，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，正因并然，重念死生轮转之可悲，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。这一段是讲念佛用心要像这个地方所说的才能够相应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开示，要想想平常念佛跟他说的相应不相应。如果相应很好，好好的保持；如果不相应，就要痛改前非。所以头一个信心恳切，有真诚的信心，正因凛然。修净土法门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往生正因。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往生，专门讲念佛方法的三倍往生，往生正因这两品起。这个正因要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含糊。重念生死轮回之可悲，一定要有这个心，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。所谓头出头没，在六道轮回里面，头出就是做了一点善因，遇到善缘，生到三善道。三善道的报报完了，卧底因现前了，马上一个跟头栽下去，到三恶道里面去了。佛经上告诉我，只要你是在六道里头，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非常之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。所以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，三恶道是他的家乡，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的，时间很短暂。你要晓得这个可悲，你的生死心才会真切，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。厌是厌恶厌烦，什么事情尘劳纷扰，就是我们先前这种生活状况。年轻人不容易干足，七十八十的人实实在在说这个事情，差不多也都见过看旧讨厌了。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厌世，厌世不能解决这非常悲哀的每一天，人事物的烦扰，身心得不到清净。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，这个生活是痛苦的，这里头哪里有快乐？轮回苦，现实的生活苦，尤其活在现代的社会，现在人不知道什么叫仁义道德，深深地迷在五欲六尘的诱惑之中，不知道回头。这些诱惑全都是负面的，说得不好听，全都是罪业。尤其现在的电脑的内容是些什么，我没看过。我听一些同学们告诉我，里面都是杀盗阎王，都是叫你作恶，你说这多可怕。年轻人甚至小朋友从小迷恋在网络上，
每天在看这些东西，把他一点良知良能全部都破坏掉了，破坏得干干净净，可悲可痛，无过于此。这些人造恶业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为什么？他已经没有能力辨别是非与善恶，沉迷在这里面。你要想一些善的东西，他感觉得很奇怪，他从来没听说过，听到你讲好像在讲神话，他不能接受，听不进去，他的心是大风大浪，这还了得了？我们看看现在社会所造的因，所造的缘，然后你就会想到后面是什么样的结果。底下是举起一身佛名，也就是说，在这样的沉痛的心情之下，提起这一句佛号，之下更无意见，无意见再没有怀疑，再没有分别，再没有执着，什么都放下，一条路一直走去，走去。下面禅师举个比喻，如太阿剑，横按当穴。太阿剑是宝剑，锋利无比。这就好比在打仗一样，将军手上拿着宝剑，乘着战车，先是车前面的横杠，手扶在车上，拿着宝剑，这是在战场上的姿态。又如大火来，心疼言之，这大火来就好像现在的原子弹，万物因之则了，粗之则伤，万物因之则了，是讲大火来，无论什么东西，只要接近它，你就被烧掉了。粗之则伤，是讲太阿剑，一碰到它，你肯定受伤。禅师用这个来比喻一声佛号，一声佛号就像太阿剑，就像大火轮一样。大火轮比喻什么？比喻念佛的般若智慧。太阿剑比喻念佛的三昧。什么东西？粗之即伤，因之即了则了。前面讲的死生轮转，尘劳纷扰，只要碰到定慧，它就没有了，烟消云散。用这个比喻来说，直至一心不乱，能所念忘。一心不乱是我们念佛的目标，我们念佛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求一心不乱。到离一心不乱的时候，能所念忘，就是入不二法门了，化身菩萨的境界。道家之说不容再举，为什么？都是废话，道与不道都没有了，入不二境界。接近至此，何劳挂齿？这个法门是经路，经路当中的经路是修行正果最快速最接近的一条道路。现在你已经到了，不但这些话没了，连念头都没了。这几句话完全讲的是
功夫的境界，你已经契入念佛三昧，已经入不二法门，已经契入如来的境界。上面只是举出一小部分的内容加以说明，就足以看出三世心念法师确实是殊胜无比。今天很难得大家腾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个法会，一定不要空手而回，不要跑一趟。关于中风三世心念法师全集，我曾经做过很详细的讲解，大家可以参考。最近有同学发行整理成精简的小册，方便大家了解其中内容，能够事先了解法本的含义，当然最好，有助于随文入观。即使没有来得及了解大意，只要大家虔诚一心，随着这个法本引导做下去，也能获得殊胜的利益。真诚心最重要，所谓至诚感同，用至诚心真正的智慧就会从内心流露出来，真正能够达到名扬两利，护世息灾，真正是功德殊胜。最后诸佛法会功德圆满，与会大众法喜充满，光寿无量，诸佛因果国运昌隆，国泰民安，诸佛世界安定和平，盛世大同。谢谢大家。